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十七首，见修圆普，当愿众生无欲破众，云出爱草。前面是见流水，就要想到当然首先想到自己，要把自己的染污洗除掉。这个地方见到的菜园原文叫菜园，菜园里面呢，当然隔一段时期一定要除草这个云草的时候就是吃除草。那么我们在澳洲自己有两个菜园你要连山下的时候我们有三个菜园规模还都不错有个大菜园呢，我们种的这些蔬菜这个瓜果足够供养300人所以规模相当大。那么这个是除草，这个工作是要常常做的否则杂草它就生长了。那么看到除草也要想到把我们心里面的杂草也要把它匀除掉匀除艾草这个艾是属于七情里面的一个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所以这个爱是属于七情的下面是恶欲那么用这个字就代表了七情七情五欲它前面是五欲普中一定要把这个七情除掉七情除掉你心就清净了心就安了这些都我们就是无论是学佛或者学儒，这个功夫不得了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了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舍什么收回来那一般人呢一般人这个六根呢一定向外面六尘上面去流就像水一样往外流眼缘着色我们现在讲粗一点的话吧被外面引诱眼呢被外面色尘引诱耳被身尘引诱鼻为香尘引诱舌为味尘引这个引诱乃至身为粗尘意为发展
这个法不善的法，所有一切不善的法，世间法。啊，所以这是六根被六尘诱惑啊。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呢？要想功夫得力了，不难。你要把六根从六尘里头收回来，不攀缘这些东西了，啊，不接受它的诱惑，不接受它的干扰，功夫才能得了了。啊，佛这么教，儒也是如此啊。啊，你看孟夫子讲得很好啊。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跟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是一个意思啊。什么是学问呢？你能够把心从外面境界收回来啊，意思就是不受外面干扰，不受外面诱惑，这就叫学问。事出世间圣人这些话是事实真相，是他们自己做功夫的经验之谈啊。我们如果不走这条路子，你要想成就那就太难。啊，七情五欲里面最严重的贪爱啊，用它来做代表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情爱世间人看得很重啊。啊，这个一个人要没有情没有爱，那还能算人吗？一般人都这么讲法了啊。这个说法似是而非怎么说似是而非呢？你的心是妄心啊，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心的。因此你那个爱跟情呢，是假的，不是真的，会变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了，千变万化啊。你们想想这个家庭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啊，离婚啊，夫妻两个人当时结婚的时候不是很恩爱吗？为什么结婚没有多久他就离婚呢？你就说明那个爱是假的，情是假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凡是用妄心的，不是用真心的，全是虚情假意啊。他说他爱你喜欢你，点点头笑笑，可别当真，当真你就上当了。他说我恨你，我不喜欢你，也别当真，也是假的。为什么呢？过几天他又变好了啊，变幻莫测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你要想那什么原因？原因是妄心，不是真心。如果是真心呢？真心是永恒不变啊。那谁用真心呢？佛菩萨用真心。那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有情有义有恩有爱，永远不变。那无论你用什么态度对佛菩萨，佛菩萨绝不会改变。
啊，为什么？它真的啊，所以心是主宰呀、啊，啊，从心开始，没错，和谐社会从心开始，那个心有真心，有妄心，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如果是用妄心啊，和谐不会保存长久，啊，刹那之间它又不和了。如果用真心呢，永久的和谐啊！可是这个问题是，真心一定要在佛法里头了。啊，所以汤恩比教授啊，跟池田的谈话，我看了之后啊，最终有个结论：要想世界真正达到和平。决定不能离开宗教，啊，舍弃宗教，啊，我们讲今天讲宗教教育，啊，舍弃宗教教育，那就是变成理想，决定不是事实，啊，要把理想变成事实，宗教教育太重要了，你要问啥？为什么需要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把这些宇宙万有万法的真相啊，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帮助你觉悟啊！啊，觉悟了之后啊，怎么样？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所以我教同学啊。啊，我用最简单的言语告诉大家了。啊，什么是佛？但人家真问了，你们信佛的，佛在哪里？什么是佛？你就可以指着他，你就是佛。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放下了，他是佛。你放下了，你也是佛；我放下，我也是佛。啊，那你放得下，放不下？妄想放不下，哎，分别执着放下了，那你就是菩萨。啊，三个你放下两个，啊，最难放的。是起心动念的，那就是妄想啊，你放不下，但是你不分别不执着了，你是菩萨。分别也放不下，执着可放下了，那你就是阿罗汉。啊，所以我放下了执着，我就是阿罗汉，我再放下了分别，我就是菩萨，我再放下了妄想，那我就是佛。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就是说本来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就这么一句话了。哎，可是现在问题发生了，哎，就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了，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从佛变成凡夫了，随着妄想习气，你造作一切善恶业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那你就好好想想，你这一生当中，你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你的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善恶怎么分法呢？善恶很简单，利益众生的是善，利益自己的是恶。啊，你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是为自己的多还是为别人的多？你这一年当中，
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360天当中，你是为人想得多，还是为自己想得多？为别人做得多，还是为自己做得多？这两下一比较，你就晓得你将来到哪里去。如果为自己的多，为别人的少，将来就三途有分。这是你的归宿，是你的结果。如果你为自己少，为别人想得多，做得多，那你来生是人天福报。这是什么？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具足。如果说执着没有了，那肯定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的，绝不是利益自己。阿罗汉以上，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决定是六道凡夫。那向上就更不必说了，都是为一切众生的，绝对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你们如果真正明白了，你就晓得宗教教育才能治世界和平。这个世间学者专家，真正有学问的人，汤恩比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个人有学问，他不排斥佛教他对佛教还特别赞扬他认为佛教能解决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把基督教放弃去改信佛教，没有，依旧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越是到高层次宗教之间没矛盾可以合作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烦恼习气不能不知道那么学佛的同学当然也都知道，知道怎么样？认识不透彻。怎么知道你认识不透彻呢？因为你现在还不肯放下。真正明白了，真正搞清楚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所以看你认知的程度从哪里看？从你放下多少看你知道多少，你一定放下多少这个是最准确的我知道我做不到，实际上你没有知道这一桩事情，我都向张家大师请教过谈到这个知跟行的问题老师说佛教是知难行易，我们一般都感觉的佛教知容易做很难它不是知难行易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之后老师的话跟佛说的一样，众生成佛在一念之间，有什么难呢？一念觉，众生就成佛了；一念迷呢，那就变成众生了。
所以凡圣在迷雾之间，可是那个觉可不容易了啊。我们以宗门做比喻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显而易见啊。参禅参禅的目的是什么？在开悟啊！经年累月在那里参，那他就是参不通啊！啊，到处去访问名师善知识，去求教，啊，请别人开导，帮助自己破除疑惑。宗门有个公案呢，赵州和尚，赵州八十有心觉，啊，八十岁老，为什么没开悟？啊，到处去寻思访友，啊，有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迷关破不了啊！一旦开悟了啊，哎呀，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悟的是什么？我在讲经的时候全都给铺路了，在宗门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可铺路的，啊，他一定要让你自己切入进去。那教下尤其在我们这个讲席，我们铺路太多太多了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日常生活，就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是迷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觉啊，这就是把根本铺露出来啊。我教你这三样，你说人家证果多困难，小乘证阿罗汉多困难，怎么证的？我跟你说的很简单，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无论是顺境善缘，逆境恶缘，通通不执着，佛法也不执着，就证阿罗汉果啊！啊，一切都不分别，那就真就是菩萨了。我这个讲的简单呐，你好懂啊。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破无明了，你就证法身，就成佛了。所以你要常常想到，为什么我还执着？你先从最初的烦恼下手，最初的是执着啊，那个分别就微细一些，起心动念是极其微细啊。我们要先从粗的下手啊，为什么要执着？你要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时时能够提出这一句，我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不放下？我相信啊，你的功夫啊就会有很大的进步啊，会有长进。你能放下烦恼少了，智慧就多了。佛经上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你要肯定我平常讲的16个字，
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是坏东西。为什么呢？它障碍了我们的心德，我们自信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福报，现在通通不能现前，就是被它障碍了。不是别人障碍我们了，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了所以可不能够怨天尤人别人没障碍我就是这些东西障碍我，这些东西放下了，障碍就没有了。本性本有的智慧的呢全都现出来了。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这个本善里面就包括智慧的呢的呢，我们今天讲才艺向好，向好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通通具足，不向外求而且是圆满的具足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前只要你用真心，把这个分妄想分别执着淘汰了你面对着这山河大地，面对着芸芸众生，它就变样子了，真变了，不是假变了到这个时候你才相信，哎呀，佛讲的话，一切法了从心向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境随心转，这几句话你明白了，现在这几句话你是听说，你没有看到事实，你要不肯放下呢，你永远看不到事实永远看不到事实，修个几十年之后你可能把佛教放弃掉了，为什么？佛讲的是假话，不是真的，我搞了这么多年，你看都不能兑现这就是什么？由佛道它变成魔道了佛跟魔没有两样正的就是佛，邪的就是魔，觉了就是佛，迷了就是凡夫通通要把障碍去掉。前面讲的祸垢，这个地方讲的艾草前面是讲贪嗔痴慢，这个地方是讲七情五欲你不放下怎么行呢放下你才知道得大利益了方老师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统统放下那才是最高的享受。你不肯放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最高的享受这个夫子孔夫子论语里面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句话你会念，你也会讲，你永远享受不到什么原因呢？也就是你五欲六尘没放下，你要放下之后你才知道那个乐趣。
啊，这个乐趣最明显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圣人的典籍啊，你读佛书无比的快乐啊，世界什么样的快乐都不能跟这个比啊，不但我们这个世界，天上啊，佛经上给我们讲的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个享受，绝对没有读经享受的那个快乐啊。那你们现在读经快不快乐？没有感受到有这么快乐啊？为什么呢？心不清净，你有杂染。啊，这个地方讲的艾草，讲的祸狗，你没有把它除掉啊，你没有把贪嗔痴慢疑洗掉，你没有把这个七情五欲云除掉，所以你面对着这个经教啊，不生喜乐。原因在此地啊，你要很认真去放啊。我能够契入佛门呢，感激张家大师。这是第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秘诀传授给我。啊，我这一生得力的地方，就是从小父母教的尊师重道。啊，这是从小教的啊，所以对老师尊重，对老师的教这个教诲会依教奉行啊，很认真去做，这真的得力了啊。那个时候老师教我看破放下，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啊，布施就是真的放下了，真的舍啊！啊，他叫我做六年，我就认真做六年，果然没错。第六年，啊，这身上所有的身外之物啊，全部都舍掉了，只剩下两套换洗衣服，剩下一个铺盖薄薄的被子。三斤重的被子啊，通通舍掉了啊。那个时候想啊，自己有工作，每天还上班八个钟点，所以学佛时间不够啊，充其量每一天的时候能用四个小时啊，在佛法上，所以我就想这样不行啊，这样我赶不上同学。李老师在那已经教了十年了啊，那些人很多人跟老师跟了十年了，我才到老师这边，怎么能赶上人家？所以就打妄想，想最好是出家，把这个工作不要了。啊，我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在佛法上，我估计我有两年就跟上他们。啊，这个，统统放下之后啊，真的心想事成。啊，那么出家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啊，我就有这个愿望了。哎，心里面就有预感，大概这个缘会成熟。我告诉我这些同学，我同学们给我讲啊，大概还有多久啊？我说不出半年。啊，我有这个预感，不出半年。
结果不到两个月，行悟法师就派人来请我出家。一个多月当中来了九次，我看他的心很诚，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这就才出家了。所以我出家不是我找师父，师父来找我，而且找了九次，所以我提出的条件，我出家要学经教，我不做金蝉佛事，我也不做法会，我就要学经教，我可以讲经，可以教佛学院，其他的我没兴趣，那么这个师父跟道场都接受了，都同意了，那在台北出家了。我又提出来，我每一个月一定要到台中来住一个星期，亲近老师。那这个往返的旅费常住要给我，我一分钱都没有，通通答应了，这个才出家了。你不放下怎么行啊？要晓得这些东西啊，五欲六尘呢，就好比是毒蛇，好比是猛兽。七情五欲，沾都不沾不得。老师的教诲我听得懂，我能接受，我能依教奉行，所以我自己也感到很安慰，这一生当中没有离开书本，读佛书，读圣贤书，世间其他东西我都舍弃了，为什么？没有时间，而且是以佛书为主，我整个时间精力用在这上面都嫌不够啊，哪有时间去看别的东西？所以我不看报纸，有40多年了，报纸、电视，这个无线电的广播，杂志，通通都放下了，那么世间一般的这个书籍也都放下了，没有时间去看了，这样才能保持清净心。烦恼轻，智慧长，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以前对这经书看不懂的，现在能看懂。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研究的，研究搞不通啊，研究你是用的妄心，你用分别心，用执着心，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你因为用真诚心、至诚感动，这个是李老师教给我的秘诀，真诚心就是解脱，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一遍不行，两遍，老老实实一遍一遍念下去，不定在什么时候呢？忽然这个意思明白了，
会感到很安慰啊，体会到了啊。那么这种领悟体会次数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密集，法喜充满啊，所以这个经书啊，你要去念，遍遍不一样啊。其味无穷啊，啊，其味无穷就是其乐无穷啊。啊，你尝不到法味，就是因心不清，心不清净。古大德讲的世味哪有乏味浓啊，啊，这是世间的快乐啊，世味总比不上乏味啊浓厚。乏味之乐的时候超越世间太多太多了，世间那个乐有流弊，就是说那里都有毒啊，这个乏味纯善没有我啊，这个东西就跟念佛一样啊。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不如法啊。什么不如法呢？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他讲念佛了三个秘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啊。实在讲呢，他讲的九个字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四个字，净念相继。不怀疑不夹杂才是净念，不间断就是相继啊，这个是秘诀。读经啊，学教啊，也是这个秘诀啊。啊，那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怀疑，在夹杂啊，所以你尝不到法味，你得不到受用，于是你就懈怠了。懈怠就间断，这才不能成就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想其如，你要懂得张家大师的教诲，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要舍。难舍能舍你就有门进入了啊，放下是个门道啊，不放下这个门在你面前没办法，你入不进去，你找不到门道啊。所以这个两手机前一首叫我们放下烦恼，这一首叫我们放下七情五欲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会学的人那通通是提醒我们，通通是表法啊，华严经上讲的表法，我们一般人讲提醒，你看看到流水提醒要把我们贪嗔痴慢洗干净啊，把三毒啊洗掉啊，看到菜园
就想到除草，七情五欲就是杂草。你能够把它除去，那障碍就没有了。清净心就现前了，虽然现的不多，管用。什么用呢？得发喜了。尝到发味了，今天你尝不到发味，障碍在这里。听经没有发喜，也是在这个地方。你能尝到多少，你能享受多少，与你放下多少啊，成正比例。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真干了。谁跟你有过节，你也能放得下，不要放在心上。这个人过去对我不好，找过我的麻烦，或者是诽谤我、伤害我，你要把这个东西存在那，就你这个清净心里面生了杂草了。你的菩提心里面呢有三毒了，所以病在不在外面呢？不在，在自己。这就是中国古德教给我们的，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这个人真正懂得学，外面偶业大师讲得好，净缘无好丑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你看，祖师告诉我们的，外面的环境，人事也好，物质也好，没有好坏。那再告诉你。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善恶，没有正妄。那么正妄、邪正、是非、善恶，全是自己内心里头生的。你说这个人讨厌，你不喜欢他，为什么别人喜欢他了，不讨厌他了？我为什么讨厌他，不喜欢他呢？你能够这样回过头来反省，去检点，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了。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在作祟呀，不关外境呢，自己烦恼习气呀。自己迷惑颠倒，做不了主，外面境界一现前，我们讲诱惑，其实境界诱惑里没有诱惑啊。你如果说诱惑，那为什么阿罗汉以上的就不接受诱惑呢？对他好，不一点作用都不起呢？还不是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啊。这个一接触自己内里面烦恼习气通通现行，还是怪自己啊，怎么能怪外面呢？真正会修的人，外面境界对他说利益太大了，他要断贪嗔痴。贪爱怎么断？顺境就是断贪爱。你要不接触顺境呢，顺境把你贪爱引起来啊，你在这个时候提得起戒定慧的功夫啊。戒是
勉强啊，控制住自己不接触啊，定的功夫就更深一层了，能够扶住了啊，会开了之后化解了，没有了啊。佛法的修学终极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所有一切的化解戒定都是手段啊，都是过程，不是目的啊。你不真干怎么行呢啊？真干跟力的几个月两三年就成功了啊，跟钝一点的人那就不一定了啊，有人十年八年，有人二十年三十年啊，只要你真正就像善导大师讲的欲缘殊胜，这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 啊确实在欲缘，这关系太大了啊。缘里面最重要的是善知识啊，真正好老师教给你啊，那么你自己要跟老师有缘，有缘什么？真相信，不怀疑，真的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那么想想看，我这三个老师学生都多啊，成就的不多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尊师重道程度不一样，印祖在文钞里头讲得好，讲得多，一分沉浸得一分利，二分沉浸得二分利，十分沉浸得十分利。我们通通跟老师学的，这么多同学，每个人对老师沉浸不一样，那所得的也不一样。老师是一个课堂教的啊，每一个同学所得的都不一样。你要问这什么原因呢？沉浸心，你有几成？关系在此地，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这些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都是表面的。佛法讲，这是缘。当然还有更深的，更深的是因，因呢叙事啊，过去生的所学的呢是这一生的根因啊，过去生中没有认真修，这一生纵然遇到缘不行，他根不够深啊，过去生中有因，这一生遇到的善缘成功了啊，过去生中啊有善根，这一生没有遇到善缘也没办法，这因缘聚合啊，果德就现前了。佛法对于一切法的解释透彻清楚明了，一点都不含糊啊！你说这么好的学问啊，今天居然没有人去学，多可惜
啊，那个时候张家大师给我选择这个行业，我也很喜欢。啊，为什么呢？我有个使命感。现在大家这么多人误会，这么好的东西，必须要自己身体力行，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啊，讲清楚、讲明白，一定要自己做到。做不到啊，你讲他不相信。啊，自己先做到，讲的时候他才相信。啊，你像从前我对我的朋友、啊、同事、同学，给他那个时候我初学佛没多久啊，我给他们介绍佛法，不相信啊，半信半疑。现在给我见面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哎，你对了，你对了。啊，怎么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年岁比他大，看起来他比我老，啊，这就差很多了。啊，体力、精神他都不如我。啊，什么呢？一生没有离开烦恼。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离开戒定慧呀、啊，这个生活陶冶出来的果报当然不相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